生在大兴，长在大兴，那么大兴这块土地养育了我。我对这片土地呢，应该说感到一种感恩，感恩家乡，感恩这块热土。其实真的不是我有什么特殊的功能，或者是我有什么天赋，真的不是。我说就是没有下那么大的功夫，我是把吃饭娱乐的时间，我都主要的放在我的创作上了。那么后来呢，就是在我这种绘画这方面，我逐渐的有所感悟，就是说我们要想画好一幅作品，那么必须使自己浮躁的心得沉下来。我那就逐渐对自己不满足，就是说你不能，就是说别人怎么画你就怎么画。作为真正的一个艺术家，是应该有自己的特殊的追求，那么最终呢，形成自己的这个绘画语言。退了休以后呢，就是主要的就是放在这个抓这个南海画院了。这20年来，画院从原来的那么几十个人，现在发展到就是有画师就有300多人了。那么可以说，南海画院在全国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已经成为大兴的一个窗口和名片。抓这个画院事儿还很多，那么还要安排很多的活动，特别是，提高我们巩固发展我们这个美术队伍。文联要举办那个就是全国名家画北京，北京的特点也很多了，比如长城啊、故宫啊。我们最后选择了永定河，永定河从河北的怀来进入北京，流经北京4个区。那么可以说呢，这个永定河历史上，那么它是北京的母亲河，所以我们想呢，画这个永定河能够代表北京的那种特点。大约用了半年的时间采风写生，最后又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，把这个长卷宽1米，算上题跋和名字120米，要通过我们这个画来让外地全国甚至世界来了解这条河，来了解我们北京盛景。